听得我腿都软了。先选歌吧。先选歌吧。会拖拉筋吗？我昨天跳完以后，我现在腿和屁股已经废了，本来想跳古典的，跳不了。来吧，三二一，离手。哎，为什么？我能问个问题吗？为什么我怎么没看见别人用小黑板？怎么就我一个人用呢？我昨天也问了同样的问题，我昨天也没看见别人用啊，然后我怎么感觉就我一个人用呢？然后大家有心的可以帮莹点一下心的，点点心，有花花送一下花花，然后有喜欢我的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室通知啊。哎，今天镜头太白了，我这个摄像头有问题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调就是调成这样的。嗯，没关系，过段时间我就换了。啊，我多聊两句行吗？那我先跳 Every Night 吧，按从头到尾来好了，三支舞。
太强了吗？哦，嗯，嗯。
我的教鞭，我的教鞭怎么变短了？我的教鞭，教鞭变短了。我有原来有一根很长的教鞭，然后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嗯，我的道具还有很多呢，就是平时跳舞的时候不怎么用，因为道具太多，怕把自己给玩死。这首歌的名字叫 You That One， 没有长胖啊，好不好？你们要是有觉得我胖的，你们可以现实生活中见一下我。然后我们8月19号济南见啊，我会去济南8月19号，我师傅文儿的演唱会，每天来993打一波广告，我就撤了，拜拜。